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曼联高薪教头费格逊日前接受 CBS 体育采访，讲到球队隐瞒的情况。曼联下窗至今引入了奥拿拿、美神曼治、荷积隆德，费格逊就这样说，如果他们不知道期望有多高，那他们来到这里就没有意义了。大家对曼联的期望值是很高，在费格逊执教的时候，他们亦都引入了大多数的球员，亦都接受到这种压力的。那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期望，对自己的表现没有责任，那来到这家球会就没有意义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当你招募一名球员的时候，你要清楚买了什么人。以前呢，是他们买人之前呢，他们会关注这个的目标非常长的时间，不会一夜之间做决定并且将这个球员签入的。他们会做足调查和研究，并且确保这个球员是适合这家球会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呢，就记得给 like，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